加油天道，go go fighting天道。哦，很好很好耶！我发现你们最近很常跳，对，因为常上床啊。陈佩琪天道被抓包，吴金玉、曾志熙炸裂吴庆功，写成军皇乐。激战大戏复仇剧《天道》5月3日首播，有线收视2.45，25岁到49岁女性族群收视2.69，而王振富首次在台吧甩一波，感谢炸裂罗家峰，车子真的炸裂了。加油罗家峰 ，Go Go Fighting 罗家峰，加油天道 ，Go Go Fighting 天。4号天道庆功，谢成军、曾志熙这对 couple 对于手机就破梗是兄妹，放话这次一定要挑战禁忌之恋。大家对自己哥哥会有一些幻想，所以我觉得我禁忌之恋我觉得很刺激。你真正的好哥哥，你刚刚有情侣没有？好啦，不要吃醋。吃醋的，他用餐吃醋的。我很想要跟大家偷偷预告一下后面，我后面有一集穿超少。哇，还会跳舞？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也。不能跳舞。对啊，那完全不适合他。哎呦，观众朋友好厉害哦，超会想象的。有爱一定会有恨，我很爱很爱很爱他。有，你要现在看吗？太好了。毕竟我们刚回来没多久，在泰国那段其实真的是很难忘的回忆。或者我们可不可以许个愿，就是到时候对，可以去杜拜，一起去。我一直说一起去。杜拜可以。对啊。许愿所有这个有抽十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还有所有的媒体，我全部一起去。哎，你真敢讲！来，我们一起来祈求，叫我宇宙下订单。如果我们收视率可以破3，只要能够破3，希望三立电视台可以帮我们演员跟观众再办一次演唱会。因为这副歌第一次来，他没有参加过这种音乐会，我很想要让他参加看看。拜托，可怜可怜我。